今天呢，我们在尔湾的花果山来看一个很新的盘哈。那这个盘呢是 Taylor Morrison 建商建的，它的盘的名字叫 Palermo， 它位于Ultra Hill 的 Groves 小区哈。那这一边呢是属于 Tustin Beckman 的学区，是我记得是899吧，我把正确信息放在屏幕上哈。那这个盘呢一共有三栋户型，123，它是6月8号左右开的盘，目前呢出到该盘的第一期和第二期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户型一呢是3到5房加 Loft。3.5个洗手间，双车库，2748尺，售价呢是139万3，目前呢只有一栋现房在卖，喜欢的小伙伴要抓紧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参观一下吧。非常高的顶哈，那这一边呢，它的所有厨电都用的是 Monogram 这个牌子，是一个很新兴的比较不错的牌子。那这一边的工艺也是很精良的，比如说这边这个水池哈，它叫 Undermount， 就是说在台面下面的这一种工艺呢，对工人工量的工绩的考量呢是十分高的。可以说这一栋房屋的装修设计还有装修工艺上都非常非常的用心。那花果山这个区域呢，无论是 The Groves 或者是 The Reserves。都是铁门小区哈，那这一边它的治安呢非常好，环境也很好，四周呢最有名的就是牛油果树了。然后花果山这边的地税呢大概是1.4左右哈，就是地税也不是很高的，它包含了一些承建税。那么一号户型现在唯一的一栋期房哈，它是明年的2月份可以交房，只有一栋哦，小伙伴们如果喜欢赶快抓紧了。好了，继续参观吧。Thank you.
花果山的 Taylor Morrison 的新盘的第一栋户型哈，那如果你对这栋户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。这栋户型呢，它目前出在第一期，价钱呢还有性价比啊，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，并且学区呀、地税呀都是不错的铁门小区，而且还物业费也不算高，200多块吧。那整体来说非常适合家庭居住哈。那如果你对这个盘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。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